一见倾心恋爱小课堂，第一步引起注意。叫我来干嘛？啊，这个文件你帮我翻译一下，来坐这儿。谭司令的文件还需要我翻译啊？翻译处放假了，这些文件我有用，快点。但我反而觉得他会有一点故意想引起注意的感觉。会有的，会有的。第二步，制造身体小接触。这种就会比较有那种恋爱的感觉。对对对对对对。第三步，细心照顾。他很 man 啊，现在。很细心。对，很细心。学到了。他们俩今晚住着，对对对对对。哇！我想喝水，喝水。放开。再喝一口。嗯，这种是比较适合结婚。谈恋爱也非常好。是吗？他会照顾人。哦。他不说，你知道吗？他就是做。嗯。第四步，达成恋爱成就。那我们现在就是那种关系啦。哪种关系啊？就是好快哦。但就是你们那天说的嘛，就是一瞬间。车是你的，但你是我的。甜啊！哎呦，他们俩真的甜死人不偿命。对。